哦，对了，叫周海潮来见我。不巧，他今天下午有事儿请了假。暂时他哪来那么多鸡零狗碎的事儿请假？哼，他当不了科长是命中注定，谁都怪不了。 就差这么一丁点啊！可不是吗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正国，这样，你呢，先去见一下关永山，向他汇报一下基本情况。还有啊，你主动提出接受房地科的例行问话，以前按规矩办。明白，这都是必须的程序，我这就去。哎，正国，去宽仁医院，让小婉给你全面检查一下身体。不用了。 在上海歇了3个月，身体早就好了。明天我就来上班。一切等检查完身体再说。回头呢，我让司机送你去。真不用了，听我的，给小婉一个惊喜。好，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属下殷商未能及时向组织复命，请恕属下失职。哎呀。 郑国啊，能完成任务，平安归来就好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3个多月来，我时常对小董提起，郑国要是不回来，我这当老大的一颗心就落不下来。对对对，楚佐经常念叨。谢谢楚佐关心。 飞楚，这是肖科长刚刚在房谍科的陈述。房谍科已经联络了上海的军统处，让他们查明一切。您说关处把这事情动静整得这么大，会不会因为肖科长是您的人，所以特意想抓他的小辫子？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这样吧，你还是去趟上海，秘密查证一下肖正国这3个月来的行踪。
正国，跟我在这儿等着。你好，我是于小婉的丈夫，东贤放你这儿，我出去吃点东西。老板，来根麻花。好嘞，您稍等，现炸。谢谢老板。要请我吃饭是吧？对啊，我们先去麦丽西餐厅吃个饭，然后再去军人俱乐部跳个舞。行，我先换个衣服，等我一下。好嘞。哎，有没有听到枪声啊？有啊，这年头没点枪声就奇怪了。火炮车。谢了，麦丽西餐厅。走了？是啊，他以为你走了，所以他也走了。麻烦你把我箱子给我。谢谢。
一步之遥。 你这大长腿，天生就是跳舞的料。不是，我是上帝派来陪你跳舞的。说的跟演戏似的，不做演员啊，可惜了。<笑>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就想陪你这么一直跳下去。换做别的女人。 肖正国，看来人家是勉强嫁给你的呀。肖正国，你说你喝什么不行？你喝这东西，还不如喝醋呢。 二位前辈，小旭从上海来，人生地不熟，承蒙关照。我脸上有花吗？只要你一天不答应跟我，我就。 盯着你盯死！你不怕肖正国回来呀？他消失的这段时间，你每天都来这儿喝酒跳舞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。我不喝酒跳舞，难道我天天哭吗？ 我天天哭，就能把他给哭回来。明白人，我喜欢。我再喝就醉了，醉了谁送你回去啊？我劝你还是别送了，否则啊，只会挨揍。 周海潮对肖振国的老婆还真够明目张胆的，他还不知道肖振国回来了吗？反正啊，这下可是有热闹看了。过两天我就带你去那个新兴。
本事不小啊，跟个贼似的。这都进屋了。我要是连进屋的本事都没有，我不早就让人挖了墙角了。你们要挖墙角拆房子，跟我都没有关系。你最好别忘了我们最开始的规矩，打开门我们是一家人，关上门可就不是了。你们谁呀？哦，那你是那个小婉她老公是吧？啊，你是小婉，小婉，怎么老公回来了也不提前吱一声？今晚这麻将还能不能打了呀？他今天突然回来的，我先前也不知道。我今天喝多了，麻将是搓不了了。我要跟你们打麻将呀，还不如直接给你们散钱呢。小别胜新婚啊。我们等，行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改天再约啊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不在重庆这段日子，你过得挺滋润啊。肖正国，喊什么？把我被子坐脏了，脏了洗呗。说好的井水不犯河水的，老规矩，回你地盘。火药味够重的啊。早晚有一天，我灭了你这火药味儿！站住！想打架？好，好壶啊！邵友兰亲制。邵友兰亲制，可遇不可求的宝贝啊！关家伙，您真是行家呀！哎呀，你是花多少钱收来的呀？能不能割爱给我啊？您这话就见外了，宝贝。之所以它叫宝贝，是因为它在懂行的人手里。这壶要在我手里，那不是糟蹋了吗？那我就替你先养着，养着。馆主，您费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馆主，我听说我那任命文件，听说都打印出来了。这就这么说算就算了。哎呀，既
既然肖真国回来了，那按规矩，这坑就还是他的。可他那个甄别报告还没出来呢，那鬼知道他这些天干嘛去了？哎，咱们那么多人盯着他，他的狐狸尾巴能藏得住吗？他要真有那本事，那就是咱们当国无人了。这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。 偏偏这个时候回来，哎呀，时也运也，命也。嗯，你的时候还未到，年轻人不着急。哎呀，是。对了，我听说最近你跟肖正国的老婆走得挺近。我们呢，就是有的时候在军人俱乐部跳个舞。 纯属友谊，友谊。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有真正的友谊吗？啊？啊，我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儿，既然人家回来了，你也得注意点分寸。多谢关处提醒。哎呀，这人呐，要想升得快。 还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，就像这活要漂亮，就必须花时间去养，急不得。不急。
着你的位子，他还惦记着你媳妇儿呢。那他也得有这本事。你忘了你岳父之前跟你说的话吗？进来没人看见吧？你吩咐过的，我肯定特别注意啊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啊！今天肖科长请客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问题啊，赶紧。去哪里呀？吉祥饭店。你说这姓肖的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是不是知道你一个月前就把生日宴定在了吉祥饭店，所以他今天故意安排在那儿吃饭，要你好看。他要是有恶心我那本事，我倒是服他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姓肖的回来的真不是时候，你也真是差了点运气，得意不了多久的。我怎么都觉得这肖正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你是说声音吧？要说这声音，他。真好看。哎，李姐，坐。干嘛呀？坐嘛。这串珍珠项链呀，是我们俩一人花一半钱买的，是属于我们俩的。哎，我不需要这个，我可没那么多舞会要参加。那你也得去相亲呀，别再等那个三年没音讯的男人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没准他就像肖正国一样，原本以为他死了，结果呢，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小婉，小婉，我们来了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
哎，你个忘恩负义的，平时你天天打电话催我们，今天还嫌我们来早了。不是你说的吗？老公在不在没什么区别。哟，张丽也在啊。嗯，愣着干嘛呀？赶紧杀鱼去！来来来，我们坐，我们坐。来来来，哎，帮我们削几个苹果啊！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好久没打，我手都痒了。借用一下。哦，好。这次啊，把你们上次赢我的都给我吐出来。这说不准，这看手气啊。小婉。哎，我去厨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好嘞，辛苦了啊，李姐。这谁呀？我李姐啊。烧鱼不带围裙吗？你变化真大。杀人都不带围裙，杀鱼带什么围裙啊？九万。苹果好了。两万。药桶。三万，打三万，三万，三万，肖正国，这怎么打一张牌还能三个人胡呢？重庆麻将没玩过，你瞄得准，一炮三响。我做饭去。得嘞，给钱吧。哎，都赢够了吧？不玩了，不玩了。怎么还急了你？没玩够呢，哎呀，还没尽兴呢，真是啊！今天有个多嘴的在，实在是没心情，我们改天再约啊。好的，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他跟个客人似的，咱们俩才是主人。谁让我是他姐呢？听我一句劝，你还是把头发留长好看。那也得有人想看吧。有很多人想看的。我不需要有人看，以后你少管闲事。